大家好，我是小 P。 台服天堂 M 10月12号的改版消息出来啦，这一次比较早出来，而且有蛮多内容是打脸稍早之前的我。影片开始之前，请记得订阅小 P YouTube 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首先就是伺服器限时移民，这一次是大移民，但是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它只有持续一天而已。那它这边是写10月15号到10月16号，但它的礼拜三跟礼拜二这个是错误的，10月15号我们来看的话是礼拜五，10月16号是礼拜六，所以说它大移民只开放一天而已。其实韩版它在前阵子的时候也慢慢的改成它每次大移民就只开放一天而已，就让你那个措手不及啊，就是战场上不会说你今天去追人家，或者是人家追到你的时候你还有时间可以绕跑之类的。这个大移民算是给那个战场战区更加的难以来揣测这样子。OK， 那他这一次就只能移一次而已，1200蓝钻60灯以上，然后分区的部分就是在这边，其他的部分规则都跟之前一样，所以说大家就是建议来看一下官方的公告。接下来就是重阳探险之岛，这持续两个礼拜的时间，60灯以上的玩家，你只要击败10只红色妖魔，你就可以获得重阳的冒险票券一个。重阳的探险之岛里面最多就是一个小时，而且它最大入场人数是30名，它是安全区域，那它不能够补充，然后它重置时间一样是凌晨的5点，可以随机传送但无法记忆，而且你要有手机认证 buff 才可以进去。里面的怪物会掉的东西是重阳节宝物袋、强化战斗卷轴、龙珠，然后还有三种龙钻。那重阳节的礼物袋它打开大奖就是刻印红布，然后还有刻印蓝布、祝福与卷轴、住五住房、战斗强化卷轴、龙之龙珠跟三个龙钻。那我个人觉得就是拼命看有没有办法拿到祝福与卷轴吧，这个至少可能会比蓝布红布还要好拿，但是还不知道里面的怪物的数量是怎样，然后掉这个重阳节的宝物袋几率如何，这个就还不知道。OK， 这个算是就是台服的专属地图，所以说没有韩版的经验可以来去做比较。好，接下来是红色妖魔的部分，也一样是持续两个礼拜。那这一次的红色妖魔跟我刚刚的抢先看，我是被打脸了，因为他这一次是旧的，不是新的世界王的那一种。这一次的红色妖魔会在中午的 1.05 分跟晚上的 9.05 分两个时段，然后除了村庄以外的亚丁大陆都会出现红色妖魔跟红色妖魔斗士，那打死他的时候就会有经验值跟叶子， auto 不能自动打。哦，那你打完10只60灯以上的玩家，就是刚刚讲的，你可以获得一个重阳探险之岛的票券。好，接下来是精灵的灿烂的补给箱，这个是持续一个礼拜的台币包。这一次的大包是戒指交换证书4个，万能补充宝石2个，龙钻60个，一样就跟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一样，都是4品然后补充宝石这样，所以就是大家有需求的就斟酌购买。接下来是这个秋日的重阳梦幻组合包，持续两个礼拜的时间。那这个是一般跟经典伺服器才会有的哦，那重生伺服器就没有了。那有两包2000钻的，分为变身跟娃娃。那一个包每个账号都是限制购买4次。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变身的部分，特殊变身抽卡包一张。那这个是保底蓝变，几率只变的，而且这个都是那个稀有蓝变，所以我觉得还不错。2000钻的稀有蓝变又出来了。然后梦幻的礼物箱，梦幻的礼物箱打开是有机会获得纯白2罐或者10罐，然后名誉币、变身币、娃娃币，哦，这个是几率获得的。那保底就是2罐纯白应该是最烂的了。那接下来就是3币1万或2万这样子。好，最后的部分就是这个秋日的补给包。那这个秋日的补给包则是打开可以获得高级变身娃娃各6抽，那这个不是什么神秘，也不是最高级，所以这秋日补给箱就还好，但是主要是这个稀有蓝卡还不错。那接下来看一下魔法娃娃的部分，它就只是把变身变成娃娃而已，但是这个娃娃它不是都是稀有蓝娃的，它还有什么黑长者、拉拉丹迪、谢利葛林的出来闹的这些，哦，所以说这个以 CP 值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特殊变身是远大于特殊娃娃的。西域组合包它这一次有贩售新的了，之前你如果要去花果山你一定要包月嘛，那现在的话其实包月已经变成天币购买，所以说它就是拿出来特别贩售。那它的贩售价格最便宜 Android 是890，内容物的话是给你6抽神秘抽卡，然后以及闪亮的花果箱，
那这个闪亮的花果山箱的部分，它打开除了会获得一个金元宝以外，它还会有机会获得画面上这些东西哦，有龙钻啊、金三臂箱啊、龙珠啊，这样全要卷走，蓝装啊、红装或者是紫装这样子。最后就是这个火焰花果山移动符咒，那这个移动符咒的部分一样是30天，哦，一样是一个月。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你之前可能是因为包月而一定可以拿到这个移动符咒，所以这个对于花果山的玩家数量来讲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有影响。OK，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台服天堂案10月12号的改版重点分析啦。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新的消息、问题、情报，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记得订阅小 P YouTube 频道，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有喜欢玩天堂案的朋友们。我小 P， 我们就下次见，大家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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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